我叫池小鱼，社恐八级患者，社交聚会冷场王，职场里的小透明。虽然在网络受到万千粉丝的追捧，但现实中的我一定会让他们滤镜破碎，非常失望的。小鱼，广告商五彩斑斓的黑十二点零，我现在不会能帮我停下来。小鱼，心情情绪很好，你当时赶紧吓我一样。帮我弄下这个。为什么受气包总是我？您的人设外卖已送达。人设外卖，池小鱼小姐，我们人设外卖店为每一位潜在客户精准投放赠品，这是本店的一份心意。怎么可能？用外卖解决一切人生烦恼，立即下单，即刻送达。进击的受气包，名字还挺怪，不就是普通的肉松面包吗？来来来，新老板马上就要到了，都起来准备一下，迎接新老板。老板怎么样啊？据说老板年轻帅气，身价过亿，玩转各行各业，走霸道总裁路线。池小鱼还吃？准备好材料。三分钟后开会。司总，老话说得好，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的呀。您现在来了，我们杂志社的业绩一定能够再创新高的呀。对对对，司总，我们跟您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池小鱼，一早上就拿个面包在搞呀搞，要吃出去吃呀。司总，您别生气，他这个人就这样，没规矩。司总，小鱼这个员工啊，有的时候是有点不着调，但是我们其他员工还是很给力的呀。干活的时候叫我小鱼，关键时刻就当我弃子。看样子我要被新老板炒鱿鱼了。我站住，收集吧。赵总监，你把吃力不讨好的活都丢给出了问题就拉我垫背上，这个情况跟其他团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你，丽丽姐，天上班就是要办半斤头，说是去采访，结果跑出去喝下午茶，在朋友圈里装逼，为自己喜欢讲别人管不了，看你的工作能上点心吗？还有你，简颖，每天就知道追星聊吧，每天都打榜给你打卡，但能不能不要踩一捧一，在杂志里夹带私货？一直追星是会带坏小朋友的。还有你，年轻小伙子，成天就知道拍马屁玩游戏，那工作就不是靠卖萌撒娇搞笑单的工作，你是迪拜王子来体验生活的吗？啊？看我不会说我好欺负是吧？我今天就要说出真相。现在杂志每况愈下，就连铁杆读者都放弃我们了，你们还不行动起来？是觉得躺平的日子很好过是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后谁都不准指使我，会以牙还牙，加倍偿还。没想到我也有这么霸气侧漏、雄壮威武的时候，现在是做梦吧。我究竟在新老板面前说了些什么呀？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有意思的女孩。对不起，你好，人设外卖店。我要投诉你们，你们给我送的那个面包有问题，我吃完之后我觉得整个人都变得很奇怪。根据记录，您收到的是晋级的受气包人设，使用后正义感会变得非常强，对把内心真实的感受如数表达。我们人设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，人人皆有人设，人人可以改变人设。除了通用人设之外，本店还精心提供个人完整屏幕，为个人定制专属人设。你有任何需求，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。亲，对我的回答满意吗？一是满意，二是非常满意，三是百分百满意。什么东西啊？
难道真的有可以改变人设的东西？我再看看，这么多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骗人的吧？老彭老板了，刚才新老板问我上个月的工作内容，我光在办公室追哥哥的选秀了，会被裁了吧？那个池小鱼啊，简直本事！现在好了，面谈裁员，真有人走了，饶不了他。苏总，我之前说的话太过分了，其实大家还是有点可取之处的。哎，您别裁员。对不起，苏总。有事吗？我苏总，可我该说些什么呢？苏总，苏总，有人话直说，别绕弯子。小暴脾气，我给你。哎，苏总，出去啊，苏总，慢走。苏总，我去。哎，苏总，我一路平安啊，苏总。走走走，没想到小鱼还会告御状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呀。哎，别大家惹出这么大个麻烦，必须找机会跟苏总说清楚。苏总，机会。这，不是，哎呀，干什么？你把手机还给人家。哎，你没完没了的干嘛啊？不是。还是不纠结了，报警。人人有人设，人人可以改变人设，用外卖解决一切人生烦恼。试试看吧。设定值又是什么？不管了，这个看起来挺多的。石小姐，您的外卖。这么快？螺蛳粉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效果就不好了。这味道也太浓郁了。生气啊，我受不了了，给我追他，快追上他，加速冲啊，别老别站住。手机都不要了，连声谢谢都不说。谢谢，够野啊，我喜欢。